现在手上拿的这款产品呢，是我们的65克的产品，横向弹，然后测试一下它的拉伸倍率啊，首先取它的一个十公分，啊，这有点长了，剪了一点点。然后十公分测它的拉力是多少倍，然后十公分，隔近一点，这是2.8倍，十公分。但是这款产品呢，它有个缺陷，它的那个流力值只能达到9流。